看这个球究竟是宏远死里逃生，威姆斯两分，哇，漂亮，打进了，索尼威姆斯进加时了，自助者天助也啊！宏远用第四节自己最顽强最强硬的表现。任骏飞来跳球，跳球的第一次进攻，杜仁旺就领到了一个犯规，挡拆之后换防。今天我们看广东逢掩护就换防，漂亮！林书豪这一次进攻，他啊，其实这是一个好机会，是。哦呦，威姆斯，威姆斯，王霄会去防威姆斯，就是尺寸不太够，回应。朱爱希第二个三分球也是没进啊，周鹏的转化，哦，漂亮，漂亮！周鹏的一个欧洲步假传真上，两分再打进，应该要找威姆斯。挂出来之后，周鹏的低位没有给威姆斯自己来，再打进。威姆斯这个中距离啊，真是准。球二日拿到，再找威姆斯。哦呦，漂亮！杜仁旺，杜仁旺，我们看这边啊，杜峰指导竖起了大拇指。是，杜仁旺这个漂亮假动作是点起了秋天。秋天这样被杜仁旺点飞两次了，等于第一手秋天上来掩护，继续追维姆斯，被切掉了。秋天，哎，秋天二加一打成，哇哦！秋天这个球呢也是啊，以牙还牙，换防，撤回来，朱豪的远投，漂亮，三分投进。北京首钢连续两个三分球反超比分了。动，方硕，空位的三分。好球啊！首钢第一节能够到目前为止保持领先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三记三分球。方超巨啊，现在已经得到七分了，26-19。好球，威姆斯，这球很难啊，不光是。哦，威姆斯。拔一个三分球，这连得五分啊，迅速缩小分差，转换速度非常快。哎，这直接是个错位啊！徐杰的空位三分，哦，放的有点太大，这个球朱彦希退的有点大，是。放开，哎呦，真拼啊！徐杰抢下来之后，维姆斯的转换，漂亮的扣篮。这个球突进来，隔着方硕的双手暴扣，好球，空位的三分，徐杰传得好，抛投漂亮。不要低估徐杰这样子的一个小个子选手啊！是，哎呦，这个球周一翔应该看一下篮筐啊！哦，来了，漂亮，好球，这是之前霍指导提到的切断书豪和尤度。但凡找到一点空，这是维姆斯个人的第三次犯规啊！林书豪，怎么回事？连续的换防，周一翔的空位三分，漂亮！周一翔，今天首钢的，哎呦，34-33。这边好像是首钢认为出现了突发情况啊，是不是认为首钢是不是认为宏远这边的球有多余的动作？这边突发情况，还是裁判员叫停比赛啊？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啊，真相只有一个啊，我们还是要通过录像回放来看一下啊，应该是曾凡日跟尤度啊。两个人之间有一个纠缠，应该是曾凡日拉扯了一下尤度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怪不得尤度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啊！这个动作，解说员
很难描述啊。啊，隔着屏幕只是感觉到了淡淡的忧伤啊。这个球是有可能要升级的。就是说，他是直接。刚才那个是属于多拉情况啊。是。现在啊，有些了。22号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给了曾凡日一个夺权犯规。哇，周一翔现在这个进攻欲望真的很低呀、啊。舒豪继续绕一圈，找尤度的空间。好球，太棒了这个球！看到了尤度身前站的是赵睿，直接16。如果说是广东东莞银行的节奏，这一节打到现在，两边只有38-33，这一节是属于北京首钢的比赛节奏。周鹏翻身的两分投进，是宏远拿到。宏远这段时间进攻的效率极低啊！刚才给大家更正一下啊，翟耀川是3次犯规啊，不到4次。好球，好球啊！赵睿和苏伟的连线，提前给球，让任俊飞去打一个错位到弧顶。周鹏，好球啊！周鹏在之前的一投挑高了弧度，那个球没进，这个球稳稳命中，42匹拿下7分。尤度低位，哦，这个球其实周鹏在做非常好的 close out。好球，漂亮！哇哦，威姆斯这一个，最后7秒，可能是舒豪和尤度来做一个挡拆。哦。哎呦天哪，这个三分方硕好球啊、哦、方硕虽然没有昨天的吴前那么夸张，但是其实效果是一样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叫他方超巨，就是他进不进跟防守球员是谁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纯看今天自己的感觉来没来。是，哇，他掩护威姆斯到低位，周鹏自己来，好球！威姆斯的中距离今天是没空过，换防，再换回来，舒豪的中距离，好球啊，林书豪。哇，林书豪鼻子是被打了，顶开，好球啊！这球是一个 mismatch， 小川去打苏伟，小川这球打得非常的强硬，主动去寻找身体对抗之后的出手。就苏伟今天唯一，我觉得对于他现在的顶开。好球啊！这球是一个 mismatch， 小川去打苏伟。小川这球打得非常的强硬，主动去寻找身体对抗之后的出手。就苏伟今天唯一，我觉得对于他现在的哦，哎呦，这个球啊，又让小川。这个球啊，还是打在了尤度的进攻篮板球，尤度自己攻，漂亮的脚步，再打进，18分，中距离，好球，威姆斯再进，射得慢，凉得快，看这个球，舒豪一步外的3分球，哦，漂亮啊。今天北京首钢太准了，好球，二飞。裁判可能是认为踩线之前就有犯规动作啊，是这样。好球，舒豪这种篮筐附近的完成确实是很稳定。这个阶段啊，这种技术有时候不太敢用了就。方硕。好球啊，方硕今天的应该是第4记3分球。
周一翔空位的三分，好球，周一翔敢投啊，三分投进。哦，这个球传得好。方硕，哎呦，漂移的一个中距离。哦，方硕，这个球防守的沟通有问题啊！是，暗花班。哦，这边啊，对首钢这边有林书豪啊，左手的肘部有一个伸展的动作啊。其实像这样动作，两个人都有一个纠缠啊。这个确实是很难吹。哦，又给了杜峰指导的一个 T。这边杜指导领了个 T。哇，天哪！他这拍了，就拉开了，就给我们两个送。他就没有，刚对上来就要吹啊。哎呀，杜峰知道真的非常非常生气。传得好，漂亮！二飞再打进，分差来到九分了。两个底角的空位啊！是，北京首钢的这个命中率也在下降。胡明轩，有漂亮！胡明轩的三分投进，分差来到六分了。杜峰知道这个 T 吃的太值了。秋天再来，还是同样的打法。哎，传得漂亮啊！这球方硕，哇，方硕声东击西的一个，挡另一边，突然换一边，书豪的中距离，哎呦，这个球秋天完全没做好准备，很致命的一个失误。胡明轩，哇，我的天哪！今天三次造进攻犯规，而这一下磕到了林书豪的后脑勺，就是去堵枪眼儿。而之前林书豪是看这下，哎呦！最近其实大家比较热门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到底要找维姆斯没有太好的机会，手递手，攻内线，自己往内线走，得分，漂亮，非常明确的一个取到一个两分，是的。啊，方硕还是很稳啊，示意你们下去啊，我运过去，哎、这边。十五秒已经八秒为例了，哇，这个比赛啊，我只能想到一个词，就是惨烈。跟他去配合，去呼应，去吸引牵制。篮板，加油窗，漂亮，加油窗，小窗价值千金回来。漂亮了，也不犯规，五十二秒的时间。哎，这边，哎呦，又抢下来一个，可以去攻。詹姆斯，赵睿的空位三分，点进没有？哎呦，这边从这个眼神啊。周鹏出机会了，哇，进了！大宝的三分投进，周鹏。而首钢这边叫掉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暂停。对，不要着急，第一时间出手的这样的三分球。一个 box， 胡明轩挂一下，周鹏再来接，直接走。哇，有没有？哎呦，不错不错啊！胡明轩拿到进攻篮板球，险些打一个二加一。其实啊，这场比赛我现在嗓子已经哑掉了。这边小川打到最后二十秒，六犯毕业。102-99。好球！这个球必须要推起来。这边首钢速度。任俊飞，好球！两分打进，还要再犯规，看看有没有抢断的机会。加基，哎，这个球给了广东队，还有悬念时间。我的天哪！2.3秒的时间，宏远在前场。但这个球究竟是宏远死里逃生？维姆斯，两分，漂亮！
打进了，索尼威姆斯进加时了，自助者天助也啊！宏远用第四节自己最顽强最强硬的表现，这就是那句话，不要低估一颗卫冕冠军的心。索尼威姆斯，我的天哪，太逆天了，极限的操作，这个球迎着防守有一个稍稍的后仰，骑马射箭打板命中，这个球啊打的就是刚刚换上来的张才仁，一整场没打，其实才仁脚步上并没有跟上威姆斯。那这个球究竟是宏远死里逃生，威姆斯两分，哇，漂亮，打进了，索尼威姆斯进加时了，自助者天助也啊！宏远用第四节自己最顽强最强硬的表现，这就是那句话，不要低估一颗卫冕冠军的心。索尼威姆斯，我的天哪，太逆天了，极限的操作，这个球迎着防守有一个稍稍的后仰，骑马射箭打板命中，这个球啊打的就是刚刚换上来的张才仁，一整场没打，其实才仁脚步上并没有跟上威姆斯，二三联防破的效果就是不好，是杜峰知道这个二三联防啊是逆转战局的，哇，漂亮防守局，这回是方硕今天的自我救赎吗？武明轩要三分，篮板球徐杰拿到了，1.84米的徐杰拿到，传得好，徐杰抛投，抛投抛进，哇哦！传得好，漂亮。啊，任俊飞突然一下，二飞在赵睿没回位之前就往上提，方硕有没有挑高抛物线，漂亮，不可思议的进球啊，今天两队的明星球员都是做到了自己的极致，谁的球衣在打球了，这样书豪六犯了，书豪这一点如果被打掉，左有啊，包括三次堵枪眼的造进攻犯规，好球，两罚中一，守刚的机会，继续守一个联防，尤度面对周鹏，这个进攻选择让尤度打吗？不是太好的选择，之前周鹏防成过，方硕，哎呦，磕在篮筐后沿，哎呦，这一下尤度，哇，时间走完。裁判没有表示，太精彩太激烈了，广东队拿下了这个系列战的首胜，而且是在没有易建联的情况下，在阿联缺阵的情况下，在其实一度落后到18分的情况下。